好了，请摸好。哎，雨月你也在啊？你有没有那个啊？刀我挖不开，你挖不开，那我来吧，交给你吧。你们可以一个人去。好了，没有啊？走了。有情侣啦！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走天桥过去吗？那你附魔台感觉可以堆起来。我堆啊，堆好了，我堆，我堆好了，你堆，我堆好了，本身堆好了。不要挡着，看到了，不要挡着。你为什么亮晶晶？没有，刚才有我回来，有人挡在旁边，我就把他推下去。敢说你怎么看起来亮晶晶？家里放钻石是要干嘛？为什么会有蚊子啊？好问题。上好，我要去打架了。没有蚊子。哎、欸，哇！被抓到。伪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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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伪王啊！斧头要多久？已经还蛮久的。中间有人吗？其他人？有，中间有两个。粉丝不加爆！巧克力要中毒了，巧克力了。多人。嘿，巧克力。哇！怎么中毒了？怎么？嘿，三层包中毒，三层包中毒。你说，我帽子哦，谢谢。是啊。只有保一的，快！哇，你怎么什么都有了？带着我去吧！哇，我的钻装喷出来了，被捡走了，可恶！带着我去吧，快点，剩下没问题，剩下交给我了。15，我没15。啊，你要不要这个啊？这个啊，这个也给你啊！哇，痛！啊，快死翘翘！地震！都有了！击退了！上面地震恐怖，天灾也太多了吧？啊，危险的世界！范范养我了，哇！你愿你交钱吗？杰克，你棒啊！哎、欸，好啊，我在楼上。好啊！你自己下去了，推个上去了，同个箱子放下去了，火药。没有，我被地震下去的。你刚在那你雷电剑士有多买一点吗？巧克力啊！雷电剑士你有多买一点吗？我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32块了啦。对啊，哇！箱子里面有50根啊，我有先买。先藏好吧。哦。这不愧是酱油，你好棒哦！哇，太棒了！没想到了，哇！哦，这边带着上，酱油会玩游戏，酱油你最棒的表现的那一场，MVP， 50根，MVP， 就是你。哎、欸，中间有人吗？中间有人，僵尸又爬上去，中间准备来了。哇，回来全拆箱子，超多！我要再把作者丢家里面了。耶、yeah, ，他的钻装还我了，谢谢你。耶、yeah. 欸，有斧头，你要斧头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又可以招作者了，又可以招作者。哎、欸，斧头嘞？斧头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到了。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守护者，在干嘛？干嘛？守护者被打了。干嘛？有人守吗？我在守，哇死了！啊。帮你，打不到。那他也死了，哎、欸，呦，换对，换了另一半。哦，一根羊毛，吓死啦！我羊毛快选满一些剑士，好是自己的，你不够可以跟我们讲啊！上面钻石在上面，钻石在上方，中间塔上，上去，保护机，你羊毛不够跟我讲啊！你羊毛不够，跟我们每个人讲都可以啊，都很多，都是你的啊。我站在上面吸，你已经塞满我们了。哇哦，被塞满。哦，这个水流好讨厌哦。啊，持续的。哎、欸，所以钻石就作用就只有换那个嘛，换绿宝石。对。OK。又玩水，又玩水。怎么都湿热吗？这喷泉要喷多久啊？哎，是300秒。换衣服。稳住了，回家了。我等一下变成有钱人了。漏水了。哇！哦，好多盾牌。你那个。哇哦！今天你的装备多少哎？度蜜月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加400点的。你装备超少的样子。我左板变了啦。你。我想说哪里快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凶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水，我要喷水。偷偷来被我看到，哈哈。哎，我上单，哇，守护神团团呢？他刚刚拿钻戒在那边打羊毛。
拿钻进来了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！哎呦！是是是，进去。刹车爆！天哪！又刹车爆！是毒真的很毒哎、欸！哦，刹车爆又来了！啊，我忘记换了，你又被毒起来是不是？啊、嗯！太毒了！哎、欸，毒到游不过去。啊！我看，我再看。哎呦！看，好毒，好毒哦！毒到爆炸！哎，是啊，我被毒弄死了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哎呦！系统错误，生产红药没？没有红药了。傻眼，桃木剑可以放到锋利四哎！哇，好猛、哦！傻眼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是附魔专队吗？拥抱。他们的你要附什么、欸小？不是，因为我要给你们一堆火药了。请放，我就是放箱子。箱子，哈迪都丢箱子。箱子已经满了，箱子丢箱子。我想说箱子应该满了。箱子应该满了。不然我自己摸一下下。很棒了，很棒了。我有十四组的火药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中间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已经攻到他们二塔了。好。九合真剑，锋利四。有没有锋利二的剑啊？小雨可以帮忙叠一个下去，三之类的，叠下去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带剪刀。你要我帮你付啊？你给我刀啊？好好，我给你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这边有专门在哦，超帅。说好说，这样你照镜子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不一样。那个，其实我可以用一个不练 B 耶。你要下吗？你要下，你就先让你表演。你要什么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我可以用闪电。我问一下，苦力炮有这种？他这些叶子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吧？注意啊，还是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！啊、没事没事，哎，那你要小心那个、哦，烧掉了。没事。小屁孩，我现在没事，啊，我这位置要上不来。我买到好多青金石啦！他打死了！没有！地震结束，继续往他们家走。哇，这个给你，我付错了。我走了。有人的力，所有的力量爆发了。力量二，力量二，力量二。哦，哎，小心被他们打哦。好。哦。不会啊！那剪刀原本可以附魔吗？还是不行？好像不行，剪刀本身就是不行，不行。它本来就是附魔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往哪里？家里。我想说他效，不知道他效率能不能再叠高之类的。哇，叠到了！哎呀！要干什么？哎呀！又是水神了！先给你这个了，再附别把给你。OK。嗯。走了。哎、欸，我走进来，可是我没有带。想干嘛？你没有带东西可以挖吗？带、哎，我、哎哎哦、那个太痛了吧！木剑。哇，超痛！桃木剑呢？你桃木剑呢？桃木剑，喷了吧？桃木剑，我的桃木剑喷掉了。哇！尴尬。是我有打到一些。我们教他们稍微先打回来，他们的火焰烫！哇，我掉出去啦！火焰超痛哎！掉出去了，没关系，小焦没而已。这一下只剩一颗心，哇，雷电就是没了。要再买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有 Ender Pearl 可以给你们，你们谁要？来哦。等下中间绿宝石没人捡，然后一次捡就六颗哎，这样大家都没有要捡的意思。太多了。对。那我换两件那个。26颗钻石。我看他是60颗，直接去换身上。绿宝火药超多哎、欸，我火药爆炸。火药也太多了吧，家里。这钻剑太烂了吧！我有放快点了，快点了！哦，又被打！哎呀！有人要过来我们家的吗？太，有人已经在家了。去派，高派，五高派！哇，这有点……有人要钻石一吗？我这边买到两件。我们的守护者被打了，我们守护者被打了。这里很多人，快来！这第一只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了，这第二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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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这一定要守一下了，要守了。他们的也快死了，他们也快死了。哇，他们第三只快死了，他们第三只要死了，他们第三只完了。我死了，可惜可惜。哇，家里要走，家里要走。他们有人要来了，他们沿着那个水哦。好，我去走。我会附完魔的瞬间，你们都玩完了，也说不定。不好说。我觉得非常之有可能呢、啊。下面还在游水，他在玩游泳。要不要换一个发光的魔法一下？不要掉剑哎！怎么谁死了？他从天而降啊！他从天而降，家里要小心哦。破窗效应哦。有一个进来了。在附魔台对不对？他死掉，他在附魔台。有一个那个宠物是可以让附近发光的，有人的话。猫，买一下。猫是加速啊，拍谁？猫是加速。最后一个了。不要再给我很少吃人了，拜托。不要给我太多了。什么？亲密值加速吧。阿纪是小三。小三。阿纪想试，不能试试看就先当小三。哇，谁在打他们的苦力棒？哎呦，我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！哦，还没哇，这样是闪电的，哦，买了三个烟雾弹，雷电云，刚买猫而已，暴君真的叠不到，哇，连夹都没夹过，第一层都没叠上去吗？对啊，哇，偷袭的太猛了，刚刚最后是谁打的？等级吧，66啊！哇，我差一颗头就可以叠了，可恶！好可惜，差一点点，对吧？因为其实那个啊，资源很多，疯狂的隐形过去打，其实真的。嘟嘟嘟嘟嘟！我知道，一二的都有打到，三的瞬间就没了，一下就被摸完了。我一开始就摸掉，剩下三分之一左右。对啊，还好我有去偷摸一下下。我都隐形到附近的 大家正想开玩的时候，像是本季瓜子一样说：“我要来表演了，表演了，表演。”哦，那个烟火哦，飞不起来会原地，原地无敌。多买几个可以，哦，无敌打法哦。对啊，哦，可以这样哦，要不然就飞起来加无敌。然后如果你上面顶头，就可以顶住，然后就是你飞不起来哦。这会不会有点太强了？48块钱，对啊，其实后期感觉很好凑哎。但他无敌会多久？哎，几秒钟吧。对啊，现在用不出来。我也觉得这算是跟那个弩一样的一个漏洞之一。对啊，放了之后狂挖苦力怕，他可能要更高一点吧。对啊，两组钱之类的。不然就不要无敌啊！我觉得不要无敌啦。对啊，你可以给缓降啊。对，给缓降我觉得就可以。嗯，可以上去缓降下。他如果跳很高，他缓很慢哦。掉下来，掉超慢。让他慢慢滑下来。滑下来。还是有办法给那个啊，轻盈，然后超高就掉下来不会摔伤。有办法吗？那个有 bug， 就是你万一被受伤的话，会弹更高。你会弹很高哎。哦。飞出去会缓降节奏 OK。嗯。哎，小雨在等什么？嗯，哎呦，没有在等什么？哦，因为我记得这边结束也要。现在10:06吧。10:06，快开六。8:06完要用10:06结尾。10:06，有头有尾，有头有尾，很棒很棒。休息啦。我还在隐形。刚刚杀我的战而已，你吗？不是。啊！不小心的。我刚切画面。等一下哈，我去救人。我们就是下来。
我怎么长这样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后面弄不到哎、欸，人装真弄不出来。感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很好奇耶，刚刚一开始的界面跑去 happy 手哎，超屌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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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